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温和晴，欢迎再度准时锁定当冲俱乐部。好，赶紧这个把握时间哦，请出来到今天节目现场来宾哦，那就是鼎业投顾的就安导哎，鳄鱼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，老师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卖大回哦，哦，去讲去就讲就。对呀、啊，就有很多投资人会说，为什么每天录影我们两个都可以这样笑嘻嘻？今天还跌了，开盘还跌了500多点啊！是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还是可以这个那么心情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早就跟你讲哦，这个盘忽多忽空的速度真紧。早眠看得还够好好的，睡一个醒来讲哈，啊哪会变安呢？五哥来啊，老师之前有没有讲过是下楼梯这个盘弱的一个格局哦，要轮跌啊，有没有准？啊，岛主家爱错多啊。但是我们不管别人啦，有跟在啊，有跟着我们的投资人就觉得老师是最棒的。拍摄这种也是占非常非常的少数。哦，是哦。为什么？啊，投资者哦，看节目嘛是经会看呢，安尼经会嗨呢。哦，我心内伫想哦，这盘吼，就会去到倒位，到倒位哦。就专门去找这种老师。安尼讲安尼哦，才有法度对账嘛，对不对？是。你若讲从顶礼拜四、顶礼拜五。小反弹一下，大家都又过来啊！哎呦，你无要死哦！赶紧来，赶紧来，拢安尼。你为什么输诶？你著甲遐老师共款啊！你著敬诶啊！你爱听诶啊！因为我知影你真爱做多诶啦，我知影啦。但是我真早，我来跟你讲啊，你这个行情硬去做多，对你敢有利？不利啊！马上转台啊！无要紧啦，你若输会起吼，诶，前提啦，你有你的选择权。但是输后你就莫甲干掉，啊，变逐回拢怪鳄鱼老师，我吹啦。哎呦，弄大回拢你讲的啦！不是，我们想问哦，今天如果你礼拜四、礼拜五你硬要做多，那今天这样一开盘这样跌，你有赚到钱吗？就又没有啊？那这真早就跟你讲啊，你爱做多的投资朋友，忽多忽空，你会输无？即马证明鳄鱼老师跟你预告的啊！你的最高杀低嘛，顶礼拜是顶礼拜五反弹，大家就叫你买买买啊！今仔日一开盘尔，来啊，开始啊！老师，我遐个股票到即马怎么办啊？啊，那付落去都安尼啦，干要跌停啊？就硬做多，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一起操作，其实是非常灵活的，因为我们多空其实都能做啊。为什么我甲主持人做节目做甲这轻松啊？逐天笑你看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的计策不一样嘛。当冲，忽多忽空，照样不误啦。咱差就差一只啦。甲尾啊哩，你才知影讲，这两字是安怎写的？是反映在。客户丰收的这个账簿里啦，人对你来对你赢，白白做台湾股票那行啦，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。你看之前台北的汪妈妈又说，她九月才加入，九月行情其实就是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涨，然后今天又跌，她今天就打电话来，她说，她从来没有操作过这么安心，又能赚钱，是呀。你若讲顶礼拜是顶礼拜五有听鳄鱼老师讲用当冲应对的话，今仔日开盘，你会切煞吗？袂，你若看到顶礼拜五美国盘后一坐落落安尼，你连续拜六礼拜你会好睏无？无好睏嘛，然后负面循环又来了，然后精神压力又来了。而且礼拜做股票做到尾啊，规身躯疼了了啊。而且礼拜六、礼拜天你看那个行情的时候，你又不能够怎么办？是啊，就带你等你啊，无要安怎？
所以我讲嘛，投资朋友，改变不是那么难，而且我也跟你讲过，做当冲优势这么多，你为何不改呢？都好过于做波段，啊，无上起码上起码，他没有套牢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顶礼拜是顶礼拜五听二姨老师讲安尼冲冲掉的，安尼毋是才快偌贵？啊，你都要听迄经的好听的，啊，一涨上来，哦，赶快啊，这个买那个买，今仔日开盘，你再买看看，你好胆敢买看卖？没有，就上个礼拜买的，今天又不好，又套，都抓你蛋牙，你家己看啦。但我这跟你讲多久啊？啊，这就是忽多忽空，你就做多就不离。这若忽多忽空，从8月20号顶个月，我就跟你讲啊，嘿，莫甲我讲上看24000，莫甲我讲上看30000啦，无可能啦。为什么？从成交量就看出未来啦。搁耍你顶管吼，解套卖压太多太多了啦。一时要用这个成交量要突破，不可能啦。你好心听我讲啦，我这是有底底的啦，我跟你那个普龙公老师不一样啦。跟你讲，这都爱落去啊，会忽多忽空，对不？啊，结果呢，我才讲尔，你甲看，这个盘偌乖呢，都跟你熬半个月。再来，二姨老师跟你讲，这若无止跌吼，以盘代跌，会阁熬咧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你敢买？你卖啊，五到尾啊，拢无开啊！话才讲尔，讲我过当工断，哇，那死啊！1100点，你无戆面去，对？所以二姨老师就甲你讲啊，啊，歹势啊，啊，这个盘吼，对落楼梯安尼一暗落来，搁一暗过来，一暗一暗来，你还偏不信，还硬要去做多？啊，你唔相信我二姨老师讲啊？啊，即马就。验证在你的口袋里面了，对不？做股票不是安尼做法的啦，安尼啊，头壳顶空空，安尼也爱做多，就干那也要迄个功劳一波刮，安尼就赚着钱。卖骗我啦，这回哦，今仔日开盘尔都笑未出来啊啦。我知啦，甲顶礼拜五暗时你就吼，喘你蛋啊啦，不好睡觉了啦。对啊，很多投资人就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啊，可不可以加入？我说现在老师正在忙耶，那你要等一下。他说他真的受够了，受够了这个盘像老师所讲的这样，啊、他自己还不信。我来跟你讲啊，这啊忽多忽空，无半个月，甲讲这都一定要急跌落来，才能够摆出啊这种啊以盘带跌的格局，啊无拖了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。五甲，大家拢无开，搁刷咧，搁无成交量，啊，当然是要安怎做啦，对吧？单落来啊，啊，歹势，啊，搁直接五啊，啊，过来搁单伊过来啊，买啊！啊，我唔才甲你讲，恁做多对你不利，那你为何硬要做多呢？你敢袂使讲啊，无甲家放空，对吧？啊，到尾啊来探问我的这个问题。老师，啊，我爱股票啊，啊，拢套牢啊！你说呢？你要讲去经咧，甲你想法，啊，甲啊你经咧爱你爱听迄种个老师啊去哦。啊，观众朋友，你来遮是要赚钱啦，唔是要股票，你当解套啦。哦，讲搁再讲，对哦。啊，为什么我头拄仔就甲你讲？人为什么人的会员朋友甲你的命运大无同？人反应是丰收的账簿里，无同的对，做法无同嘛。你啊看，这个盘你甲我讲，你做多赢，骗笑的。坐落咧，今仔日安尼500点，你是要安尼赢我啦？无可能嘛，所以嘛。这轮跌的格局，你硬要去做多，敢有理？不理嘛！来来来来，顶礼拜五，我来跟你讲嘛，喜笑颜开，一分大家赢，一分大家赚哦。你敢有来？你无来嘛？你刚看这开盘嘞，哇，他死啊！
天啊，没有啊，就上个礼拜两天的反弹，然后又有人在说，哎，外资的净空单已经降到20000多口咯，又怎么样？所以会反弹，现在就是买点。外资是恁阿公啊，恁阿妈，是恁祖公啊，恁祖妈，拢不是嘛？拜托，我来跟你讲过这几摆，三大法人、投信、外资、自营商，因家输的。圣像诶，投资人的算他自己的吗？不是啦，拢是投资者诶啦。别人的钱死未了，别人的钱输未得，你还信他、啊？拜托诶，你以前哦，你准时看二一老师的节目都。来来来来，我报你知者，你倒不如你准时看二一老师的节目，下晡5:30，暗时12:00。你说老师啊，我打迄时间甲你未下咧，那我看你的节目都看不到啊。无安尼，你甲加入鳄鱼老师的 Light 哦，地上下骹遮有啊，有咱全球财经台啊，遮你甲点一个，他就会连接到鳄鱼老师的那个电视节目去，对不？你随时24:00要看拢嘛有，是不是？啊，准的我来报你知。敢无人甲你讲？哎、欸，鳄鱼老师话剧跟动呢。你怎啊？你若若做股票的人，你都爱看鳄鱼老师的节目，对吧？虽然伊人吼讲话较粗俗，但是他的含义很深，而且看到的都是未来，不是在甲你马后炮讲一堆，无意义嘛，对不？所以我顶礼拜五我就甲你出招啊，甲你讲，你就徐孝炎开始对咧来，对咧赢都好啊，安尼。你爱行情安怎都安怎，而且是今天早上一开盘跌500多点的时候，你有留电话的投资人，是啊，就会告诉你，是嘛，都安尼就这样讲啦。6451信心啊，建议220或者市价先卖啊，准备当冲，有无？上悬阁甲你吐价咧，哎，搭222去咧，啊，绝对拢互你穿价成交啦，这无意见啦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刷咧215，甲买回，安尼5块。10张做50000，看下你这输甲讲下要套要你，我即马请你改变，就跟你沟通一个理念、认知。你来股市是要来赢钱的，唔是要买股票单只套，懂不懂？哦，懂你就爱好心，咱爱听这有准度的。哦，不是经理爱听的，了不了解？输是输你的钱啊！老师跟你讲过，讲啊，脏的，哎，三明歹势，困起来气讲脏眉歹势啦！我那哩你拄到那个普龙公的，敢有较抓？敢有法度换饭吃？你以前真经理好心听鳄鱼老师讲人安尼，哎，首先跟你预告，我准备等你。对哦，啊，今仔日现做予你看，安尼毋是赢个遮自然，啊，这毋是你做股票的目的吗？而且这赚了这就算50000块，你也是轻松赚到啊。是啊，你甲看，9月份会多会空，咱到今仔日是毋是安尼？6451信心，220215，也5块，啊，那以500万的信用额度，会使做22张，对哦，安尼现赢11万。安尼总结，到今仔日9月份赢71万1000块。老师，你知不知道有人这几天赔了70几万到80几万？嗯，还是还小儿科哩，我跟你讲，我就觉得我两股千的去啊哩，我觉得心很痛哦。投资人赚钱都不容易哦，这样一下子才几天，啊、要七八十万，伊要经营爱听呀、啊。啊，若看鳄鱼老师讲，哎、欸，做多对你不利哦，转台呀、啊。啊，可惜哈！啊，咱两个都未下，啊，未下，无要安怎？啊，人阮趁钱，你了钱啊！啊，不然你咬我啊！对不对？早就跟你讲，你对一种老师啊，无听多啦，程度的落差，你懂不懂？老师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，甲我鳄鱼老师拼胆识。预知未来，你知影无？上叫做未卜先知，甲你讲进程，尾后你验证。
安尼一天过一天，啊，一个月过一个月。你要知你好心听我讲，人赚甲哦，油细细，人去，我咬你较紧啦，你莫紧咬啦，好不好？你紧咬也无赚较济啊啦，嘛是愈输愈济尔。你敢看六月份啊，赢偌济？同款的条件啦，一天一支500万的信用额度啦。哦，安尼甲计算的赢偌济？385,500块啦。刷咧咧，七月咧赢偌济？赢358,900啦。过来，哎，行情歹做，结果八月份鳄鱼老师赢到破纪录，435,500。敢安尼，六月、七月、八月总赢1,180,000。刷咧九月份嘛无甲你闹开，继续讲你赢71,100。无共的结果就是安尼，所以我就甲你讲，你的目的是要创啥？来股市要赚钱嘛？啊，你何必你经理爱听的呢？你敢有较牛？啊，那老师若甲你安尼多安尼麻麻麻多多要输在一起，没有要套在一起，对不？啊，再来安尼啊，啊，哎呀，哎呦，老师，我爱股票哦，我现在怎么办呐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们台南的一个，你听我讲，你都。老师，我们之前有个台南的那个李大哥，他说他8月份加入我们清代哦，他说他看到9月4要重挫，最后尾盘是重挫了999点嘛。他说如果他当时没有加入我们，那9月4的重挫一定有他的份。是啊，输干那要靠边你啊。因为他喜欢偏多操作，偏多的我来讲行情无稀罕嘛，正经啊，该你来的时阵是8月6号。跌破20,000，我咧甲你讲，微型反弹迄当时，但是你惊着啊，迄、那个过程是因为落4,700点，唔是我无通甲你讲，是你家己惊着，人去，迄个时阵是伫遮，对吧？只微型反弹，人去，甲你讲有嘴讲甲无烂，人去就是安尼啦，要用伊的金钱啊做试验啦，4,700点。有无？微型反弹，8月6号。我甲你讲，紧来哦！你敢有来？无啊，喘死喘死啊！哎呦，老师，那个会不会到18,000？啊，那个人家说会到17,000，三一卡的，你拄着咧普龙讲的气功气，吼，一讲啊好的时阵，甲你讲30,000，嘿，落落去娘娘咪到16,000、15,000啊！吼，拜托你，你对伊种会好嘢？嘛头剁掉去做椅啊坐，对，正经该你来的时阵就是8月6号，跌破20,000，我甲你讲微型反弹，紧来，卖啰嗦。结果你敢有来？老师，你是每你无来啊？反弹2,800点吗、啊？老师，你是每次的转折都先说哦。就是安尼啊，人客拢甲我讲，我知我当时我就听你讲，吼、哦，当时我就讲啊奇怪嘞。看规暗的哈，老师的节目的讲的拢甲人无同，还来得及来不及？我甲你讲啦，晚来总比没来好啦，对不？你还佫对我还佫烦心的这个余地哩，啊，你若硬甲跌落去哩，到尾啊哩，惨的是你啊，唔是我啊，你都唔听我讲咩？是不是？到时哀哀叫的是你啊，绝对袂是我，对不对？我唔才甲你讲啊，咱啊品色西罗无收钱的状态，来，你手机啊摕起来，这马仔要做的光彩夺目。我啷先甲你预告哦，哎，先互你看哦，马仔要做的哦，这支，人去，啊，你都吼、哦，以及爱显示你的电话号码，咱今仔日收尾会完，就该完胜，看卖，吼、哦，对。一直怀疑，一直怀疑说当冲不能赚钱，硬要做多。欸、你来看上钱，2块，哎、欸，我拢是话是讲，刷咧咧，按31，这咧赚10块，这来十张做嘛，赢咧10万，刷咧咱清代会员，哎、欸，清乖呀，哎、欸，你来看信华，这安尼差不多点半钟的时间，11,500，一日固名。哦，啊，这支哦较歹势，哎，赢25,000尔，伊盘太闷嘞，对哦，啊，人会当做甲皆大欢喜，所有会员通通赚到钱，
啊，结果你硬要去啊做到安尼吼，头青目肿。我著讲啊，白白做台湾股票，安尼是安那命运大不同。嗯、我毋知影讲你无迄个条件去建你爱听的，你要建的是爱建讲，哎、欸，老师会准的，佮微博先知会先甲你预告的，啊，这个盘安怎、喔？哎、欸，安尼过来后壁安怎、喔？哎、欸，这当时你做多安尼较有利，你爱了解些，毋是安尼建你爱听的。哦，人天天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哼，这什么年代啊？你还相信那个？不要紧啦，你若有钱吼，有输的条件吼，你对去看卖啊，一个月就好啦，卖久啦，一个月，卖讲一个月啦，一礼拜你就要干掉啊啦！讲的甲做的咱无同款啦，拜托，伊敢会像二一老师安尼做啥讲啥？敢不可能？你认为呢？我来讲吼，咱这咱凭良心的啦。人会员安那做，我就安那讲。你啊看，人做到完胜，这赚两块就两块，这赚十块就十块，哎，这赚115块，这赚25块，哎，搁包括你，那先甲你出招的吼，咱去哎信心有无？就盘开了去，鳄鱼老师就甲你讲啊，爱安那做哦，对不？在轮跌的走势，咱就做空。啊，就这简单，顶礼拜五传单你啊，信心有无？就安尼现赢5块，唔惊你赢啦，这赢唔是赢我的，是赢你的。嗯，啊，你当时老家吼留一下电话一下，哎、欸，大家熟悉一下，对不？啊，无咧，你嘛对你来，对你赢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唔得跟你讲明仔载用这支咧，我传单你光彩夺目来，有兴趣的来做阵来。哦，并无收钱的，你扫描二位老师的 QR code 加入二位老师的 Line，然后呢要显示你的电话号码，我才有法度跟你做通知。好、OK? ，所以这是免费的告诉你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是嘛？因为你现在难做，我们也知道，但是为了要反败为胜，你就用这一招，扫 Line， 然后留下你的电话号码，我们明天就会告诉你，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真心实意的赚到大钱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。OK、时间关系，我们先休息片刻。赚钱最快的四个方式：信息落差，你不知道的市场已经反应；认知落差，认知决定上限，努力决定下限；执行落差，我做了你没做；执行力拉开财富差距；竞争落差，你我都会，但是你做的没有我好。鳄鱼用心，大家放心。02-8511-3366，等你做阵来。鼎业投顾是金管会特许通过的合法公司，甲诈骗集团含一挂乱七八糟的网络公司是大无同的。鼎业投顾会使带会员做股票投资，嘛会使带会员做当冲，一兼二顾，安心赚钱有保障，欢喜斗阵做回来，快乐人生做阵行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你生来就一无所有，何惧从头再来？半年来想要翻身，最紧的方法就是做家己会惊的代志，还是感觉家己做未到的代志，甚至是无可能的代志，马上做，立即做，手续办了后，马仔对我来，鳄鱼信心十足，喊你行出好未来。02-8511-3366，等你做阵来。
好，说真的，我们的会员都说，哇，最近的盘真的超难做，但是跟着鳄鱼老师之后，多空他都赚啊。为什么难做？你的思维还没打开，你的认知呢还停滞不动，所以我讲，炸着一个人给你提醒啊，这忽多忽空，你做多不离，这话落来就落来啊，速度真紧，你也要措手不及。啊，上简单的方式呢，对鳄鱼老师来就好，你甲扫描你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的 LINE， 安尼。对你来，今仔日信心搁赢咧，又搁五万起啊！我的冒死啊！你甲看九月份，我歹做，鳄鱼老师照赢分哦，71万1000块啊！我的冒死啊咧，人客啊，明仔载啊，我就传单你啊，光彩夺目，多一支股票，还是要哪甲扭落去？有兴趣的来，咱手机啊甲提起来，你扫描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那一条，哎，记得要记得显示你的电话号码。好，非常感谢鳄鱼老师哦。所以呢，加入 Lite 留电话，其实为什么？就是很多投资人会一直在想说，为什么赚不到钱？为什么没有钱？是因为你没有加入，好不好？所以留下你的电话，等一下广告当中也会有电话。你打电话进来之后，我们都会告诉你明天的操作策略到底在哪里，如何能够赚到该赚的钱。尤其鳄鱼老师这个盘势抓得非常非常准，所以希望投资人可以一起来操作哦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